请支持的举手。又不过分，又不过分，好像就很好看的。我觉得这样就好哎。完蛋了，一个人选不惯，一个人选不惯，一个人选不惯。他觉得我这个一个人有点歪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好，是不是这个角度？他觉得，是不是这个角度？这个大概吗？是这个角度吗？我没有看大概，要改小改。标签，好吧，那最恐怖的就是改。这个这样子，这样对了。罢免仪式要来了，罢免仪式，我们要把雷爱美罢免，请支持的举手。不过半，又不过半，你就这样。去绑竹子啊！第一届罢免案宣布失败。那什么啊？先抓两个啊、哦！肉饼啊，肉饼，第三只，第四只，就是往前绕，然后往后。对，我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往前绕，绕后面那一根啊。对啊。跟住场景啊。好。跟住了分钟。好。然后再过肩腕的位置。再拉紧。OK。啊，你这。这个可以帮我一下。这样不对吗？对呀。对吧？对。都没有插进去啊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有时候就是你要装不会，他故意做错。哎、啊，不然就人家会就会来帮你，这是我赖以为生的一些小技巧。装笨的人最安全，你看，真的，我叫是漂亮吧？当然，等一下我还要再改一个东西。OK， 我觉得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要用这个菱格，其实有一点难。试试看，其实最难的是屋顶，而且不好站，它是斜的，会滑，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挑战了。工人是不是要吃个便当了吧？威廉哥很进入角色，这就是我以前的生活啊，蛮好。我只是长得比较帅的工人而已。就是呢，你们先钉木头上去。我们用底那个底贴满胶带，然后上面竹子直接喷，再把胶带撕掉。来喽，金刚狼工班要上班了。你要加入我们金刚狼工班吗？不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来这里。好，去帮我拿一瓶水。哎，看多受欢迎啊！戴手套。Nice。你这样不能加入我们金刚狼工班，我们是在乎。先把长的哎，那这个先给他们。我们金刚狼在工班最在乎的就是什么？安全，不戴口罩。哇塞，你真的很像总统在讲话。拄着半命，都爱做工作，一定嘛爱挂，完全拢无停。如果会台湾洗到头，永远拢无变的是头壳顶的日头。阮穿的衫，黏咪蛋，不黏咪大，大头衫嘛无遮尔啊忝。人阿在问一个公车站尔，够大。我跟他知呀，观众那介意，安尼都有够。啊，好热啊！要开灯，我们放亮光板。OK， 五点主播锁。你瘦了，是吧？超瘦了，身材都回来了。脱水了。打那个身体的表。胡子拔胡正。完成会很漂亮，真的，意识很跳哎，蛮可爱的。后面，哎，小心那边，小心啊！好，等一下，找一个站的位置。哎，你刚刚你放低身段。对啊，放低身段。好，好，好，放低身段。五万我接了，五万就接了，不要太高哦。好。OK。OK。哎，我觉得一铺上去就超可爱的。完成。一二三，接球！哎，不要看小看这个碗哦，真的，它非常的耗时耗力，对，不容易啊，又玩，因为我们大概把九成的这个力啊，全部放在茅草屋跟这个竹子上面。这次技术性算是最高的，恭喜你们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作品。